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那最近的话，我也开始追踪另外一个频道。那我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还就是这个频道啦。Pony Friend， 普尼的频道。Pony Friend， 他就是跟那个安妮米露，还有奥利斯，跟贝塔虎尼，他们一起的频道。他们一起开创的频道叫 Pony Friend。那我的话，我也是已经是普尼他的那个的好朋友了。好啦，那就加入他的 Discord 群，然后影片下方会有自己留言或者是说明栏，我会放他的 Discord 连结。那个 Discord 连结的话，我会放的是永久的，一定是要放永久的，让大家可以那个马上加入，马上当上他的好朋友。影片就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下方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嘞。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沈文祥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了。拜拜。